雕被称为那个最脆弱的艺术嘛，这是刻它的时候如履薄冰。你那个因为蛋壳很薄，鹅蛋壳的厚度只有三分之一毫米厚，你不小心它就会断，就会碎。小时候家里有人刻，因为我姥爷他就是做这个，从小看他刻过。那时候刻蛋雕它比较简单，只是在一个鸡蛋上刻个福字啦，或者刻个简单的什么梅兰竹菊花鸟鱼虫的。这蛋吃蛋就是个丑事儿，你一次有时候呢，比如说鹅蛋能买个百八十个的，然后买回来吧，买回来之后，你不可能一下都刻完，所以你也不能等着它，你得把蛋液取出来，蛋壳可以放着慢慢刻，你一下取出这么多蛋液，你怎么吃啊？一周都吃不完，然后就分，那个亲戚朋友啊，反正是我们那个。全家人、亲戚朋友、邻里邻居的都帮我吃鸡蛋、吃鹅蛋。